士兵匆忙赶过来，天哪！自己除掉了这么多的矿山恶魔。矿山恶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？需要一些能堵住那里的石头。 他是个越看越想要的人才，我哥哥说啊，艰难的事情过去了，肯定会有好事，好像就是在说你哦。<笑>矿山恶魔又冲过来了。 矿山恶魔巢穴了，人们的生计就会受到威胁，要用石头好好堵住。 希望能有效果。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有什么好心疼的？巴普斯塔尼也会这么想的，想见他吗？ 炸弹制造者巴普斯塔尼，吉恩卡斯称赞了好久，第一次看他那么开心，唉，令人很烦恼。都建立了防御塔。
想用那个做防御塔吗？哈哈，现在心里舒爽多了。请帮忙，好像劳工们遇到危险了。有个劳工没有逃出来，请解救他们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怎么办？第二炸弹制作匠人，第一是谁？被恶魔袭击失踪了，能帮我再教训一下矿山恶魔吗？
下吉恩卡斯，他和海利尔警卫队长是兄弟。多亏你，采石场找回了活力。通行证，当然可以写给你。我哥哥说，能去见卡勒斯·杜波迪吗？大家都想见你。哦，就是那位冒险家呀。会帮助裴勒曼负责这么多人员，会很有压力的。能拜托你狩猎嘟嘟鸟吗？吉恩卡斯队长撑伞那么久，都是有理由的。实力了，但是知道吗？能帮我拿来嘟嘟鸟蛋吗？嘟嘟鸟对想要自己蛋的人很凶，偷偷接近鸟巢。山冒险家的光，我要大吃特吃了。最近海蒂尔人心惶惶的，因为矿山恶魔有很多烦心事，准备战争是怎么回事啊？南部农场都已经开始在闹了啊！哎呀哎呀！就是警卫队长克罗亨温斯贝因。哦，在北部采石场帮助了我弟弟吧？他过大，原来如此。像最近这么混乱的时候，看你在四处张望，是不是第一次来海蒂尔？这段时间应该都没好好休息，去黄金蛤蟆旅馆看看如何？啊，去的路上有叫邦尼劳伦的人，你能帮我把信给他吗？总理拜托我的，但是马上要到训练时间了。真的准备好了，不是说了吗？是被偷走了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。哼，小偷，你以为我会再被这种谎言骗吗？
不是说过还不了钱的话，你就要拿商券来抵的吗？你们这些塞琳迪亚人真是……我就是邦尼劳伦，你是克罗亨派来的吗？初次见面真是惭愧啊，但是本想还你的钱被偷走的是克罗亨，能把如此重要的信件交给你，想必是很信任你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在大白天碰到鬼，披着黑布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出现，把我的包袱给抢走。跟警备兵说过，但他都当我在开玩笑。是的，说了不要打架，你看看你这像话吗？这什么是可以干的？马车翻倒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还是在大马路边上，因为要追究责任，所以只能说是鬼怪干的了。啊，奇怪的事看多了，我也出现幻觉了吗？哎，你看屋顶上是不是有人呢？这是什么？曾经有可疑的人，黑色披风和大剑。哦，仔细说说看。教官，喷泉那出现了武装的人，但到底是什么事情？首先。什么事情啊？听说总理正在准备着战争，难道把你从卡尔培恩派到这里的吗？教官，他们留下了剑，这怎么办？这把剑我拿走了，克罗亨教官。你说是他发现了文书？冒险家，看起来不像是梅迪亚瓦伦西亚的人。你不是从卡尔佩恩来的吧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现在就能逮捕你。难道这不是对身份不明的人该有的处置吗？那你怎么证明
不是故意与暗影骑士团一起进行了某些行动？哼，居然是可以帮忙北部采石场的能力者，真是太好了。等确认身份之前，你要先从最近的阿尔汉德罗农场开始吧。正常的南瓜突然间像是被附身了一样，开始会动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了要缴税的时期，到处都在唉声叹气。林兹农场被祭坛恶魔们袭击后，其他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农场，还有传闻说魔法师的祭坛开了。被派到那边的士兵还没有回来，看来肯定有什么事情，希望能陪我到那里，但是最好不要跟别人说。如果知道我是总理，肯定会什么都不说。这里就是埃尔汉德罗农场，我是农场主人。是总理让你过来的，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你。也罢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可以解决我们农场的事，就万分感激了。好像受到了诅咒，变成怪物了。南瓜和蜂蜜都是祸端呐、啊、蜜蜂寄生在桶子上了。蜜蜂寄生的关系都不干脆，也因为蜜蜂突然在农场到这里，原本是做蜜蜂养殖的地方，只要是蜜蜂的事，闭着眼也可以做。生病了，帮我采集草药吧。
竟然派来了如此厉害的人。对，就是南瓜鬼，是非常头疼的家伙，他们会攻击人，帮我看看好吗？如今再怀疑的话，恐怕我的脸要丢光了。真奇怪，这是什么？是卡尔佩尔的人干的吗？我是进入农场的，这次农场也变成废墟了。但快要到交税的日期了，要挑出好的南瓜，一起去吧。总理不会放弃我们农场的，林子农场也变成废墟了。但快要到交税的日期了，要挑出好的南瓜，一起去吧。这位冒险家做农事竟然如此娴熟，另一位看了啊，你有帮过贝尔利亚农场的经验？艾罗斯汀访问过这里，奇怪的小孩增多了，你知道了，就在那里。好久不见，还可以感受到黑精灵的能量。看来艾丹的封印失败了。是啊，说不定你的每个旅程都是必然的。那当然了。是派头十足的冒险家，有了伙伴后就是不一样。等等，冒险家，艾罗斯汀，还要绑架我们的孩子，请你处理南瓜鬼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居然已经成长到……为了可怜的艾尔汉德罗，可以再多给一些时间吗？你也不用太提防我。我研制了能把南瓜鬼们变回南瓜的药。只不过因为标本不足，正感到烦恼。可以帮我捕捉几个南瓜鬼吗？
炼金术师的艾罗斯汀吗？他好像认识，可能在海蒂尔碰到过。但是他们的对话看起来好像只是少数几个人才可以获得力量。原来如此。然后你就是其中被选中的一名。来，都准备好了，亲自试试。把粉末喷洒上去的话，就会重新变为普通的南瓜。必有光明，想遮掩这件事也是蛮可笑的。但是听听他们的建议，我们的缘分会很长很长。你要过去吗？听到艾罗斯汀提到这件事，但听到要去的是林兹农场那里，还是感到很惊讶。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这家伙想独自上山，充满了危险的高中鸟和小蜜蜂们可以帮你赶走他吗？两位在一起真的好安心。看小小蜜蜂了吗？要小心。帮忙呀！谢冒险家。那深处就是山顶，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。原以为是经常来的牧羊人，看来还有其他客人吗？山路不好走吧，来喝一口水吧。穆拉纳林兹，不是失踪的林兹农场主人吗？就是被称为炸弹制作匠人的那位。在这里可以遇到认识的人，以前我也有被那么叫过的时候。
但如今对一无所有的我来说还有什么重要的呢？之后我就从未制作过炸弹。身为第一的炸弹制作匠人又如何呢？我的家庭，我的农场，哼，原来是个空有虚名的家伙。走吧，让我亲眼见见这些祭坛恶魔。求救信号才来的吗？啊，你说你是不是你是听说了这个地方有祭坛恶魔而过来的吗？我是从卡尔佩恩过来的，不知道这片地区已经被祭坛恶魔占领了。感觉太大声了，有更多更多了，你不觉得吗？这就是祭坛恶魔，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。调查他们所拥有的力量。回去吧，这里很快就会禁止出入的。士兵，你给我先让开啊！已经派你独自来到这里，
估计起码比这里的士兵们强多了。怎么样，只要帮我几个小小的忙，我就把这里数一数二的珍贵物品送给你。真的太感谢了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这个农场的主人萨拉林兹。从这到北部平原边界为止，人们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祭坛恶魔霸占了这里，当自己家一样得寸进尺。失去农场的一开始，是想把被他们抢走的族群抢回来。而请求过帮助，但说兵力不足无法协助。这最近听说总理在策划战争，是真的吗？竟然放弃最大的农场。说话小心点，什么战争？喂，冒险家，那里也拜托了。一些毫无，哎呀，谁会不知道这事情呢？还有，先放弃这个农场的，不是海蒂尔那边吗？对我来说，农场是我的全部，怎么能轻易说出放弃？这样才能亲手抓住这祭坛恶魔们，然后跟随我的丈夫。不，不是，先冷静一下，干什么？还不阻止人？没办法了。趁我们阻拦的时候赶走那些祭坛恶魔们，看不见这些家伙的话应该会冷静下来吧。
纳林兹，赫赫有名的塞林迪亚第一炸弹制造达人。那是什么话？我以为被抓走了。戒指才可以呀、啊！太感谢你了，太感谢你了！跟我说老公的消息，还帮我对抗了祭坛恶魔，真的不知该怎么报答你。冒险家比起那些士兵好100倍，真的。哼，我觉得就那样子，是不是太抬举他们了？我们只要下定决心的话，哎，这是什么表情？那个挑眉是？你是在怀疑我？哎，等你看到我，这，哎，这些人在干嘛？冒险家，快看那里！这么下去，士兵们会出的。